那么我现在说的是，他的性格有点外向，喜欢说话，亮亮的眼睛，眼角下有一个调皮的小黑点，还有干嘛呢？他有一对甜甜的小酒窝，你看。我呢，10年以前走上了公益这条路。我小酒窝就是笑起来，脸上是。当时想的不是说我要来当个支教老师，而是想去做一些自己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。那在这条路上呢，我就越走越有意思，会觉得我可能在乡村的作用比我在城市里面的作用要大一些，会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中国农村教育。第一切土豆丝先要把它切成什么？片。那你们喜欢嚣张的切法还是温柔的切法呢？嚣张的切法。好，那你们现在鼓多快的掌，我就切多快。想一想。怎么办？先切成片。对，左撇子都很聪明的。好，朋友们，记住哦，炒西红柿一定要放一点糖，要不它就是酸的。我们先炒一会儿。我们都不喜欢吃菜。多吃一点，把菜用这个勺来舀。你们都吃米饭，都不吃菜的。用这个来，谁要吃西红柿的？我不要。来，黄金来。你要不要？这里给我一个老师拿一个。哦。不吃不吃。不吃。不吃不吃，钱是底还是白来的哦？离广场午后1点左右，突然不传来隆隆的响声，好像万雷滚动，齐头并进，浩浩荡荡的飞奔而来。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，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。不错啊。你会感受到你生命当中的变化，跟你在一起的人身上的变化。这种变化是让我自己愉悦的，就跟种庄稼一样，不管上在多贫瘠的地上，它会发芽，然后它会成长起来。和面机到了。我们要把烂日子过成好日子。这是高级机器，和面也可以，切菜也可以，灌香肠也可以。这太细了，我去。不细，没事。你说的没事啊？没事，真没事。好，上档次了，兄弟。用上档次了，甜不甜？好不好吃？那这个好。怎么样？好。来，再来四个，我就冰上。几点了？我刚才几点？排队啊！我看前面排的都挤的，为什么男同学全部跑到前面去了呢？好，现在男同学现在到后面去。
下一个，拿了都一样的，不要急。我刚才说的排队，蓝东又跑到前面来了呢。饿的时候吃馍馍，孩子们。边喝它边吃馍馍。我怕了，你看我肚子。吃伙食好了，好了。我最近这三天长那么几肉。有什么直接告诉我？小肉呢？行了，你不吃。这个是不是用来刷锅的？是。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第一次洗锅啊？不是第一。好难的。我已经洗了很多次了，你没发现而已。我第一次发现你洗锅。朋友们，洗澡上次老师教过没有？怎么洗？先从头上。头上。不用洗啊，我待会儿看谁头发出来再是黑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给你们三十分钟，要香喷喷的出来啊！第一组进去，快。农村孩子，他家里没有爷爷奶奶，让他每天啊要养成卫生的习惯。我们再修沐浴间，教孩子们一起洗澡，让孩子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。我看你脖子呢，啊，你今天就洗得很干净，你很干净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实际上，啊，我们的乡村小学遍布在我们甘肃的大山里面，有很多。但是呢，卫子坝学校是唯一一个可以24小时洗热水的地方。我们饮用的是干净的水，因为没有家庭教育，还有缺乏老师，所以他们的成绩是很糟糕的。成绩稍微好一点，乡里面去；成绩再好一点，县里面去。他们基本上是属于被放弃的人群。那么，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，要放弃这最后1/5嘛，客观的讲。那个乡的中心学校现在多少人了？哦，现在500多人。500多人。你不是说按你的这个预测，这个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吗？还会继续。对啊，基金会就不愿意投，因为你明摆着是一个没有前景的一个项目，你现在花很多钱干嘛？看来按现在这样的说法，这样的学校还是消亡好一点，是吧？消亡那也不可能呀，这儿有这么多学生呀。住校啊去？啊，去下去吧。啊，集中到乡里面去，村子就自然消亡。嗯。自然，它的文化也消亡，什么都消亡。过去的以身作则啊。我觉得一些好的传统基本都没了。就前两天邱兴荣又不来了，在家里打王者荣耀。他不练6年级了。嗯，他说他不练。我为什么要想做农村教育？我有个战友跟我一连兵，我是军官，他是士兵，他转业了。他老婆去了广州打工，去了一个茶餐厅。他从2楼啪洗碗的时候啪掉下来了。你买保险了吗？老板没买。我的战友就是农民。你老婆掉到楼下去都没人管你吗？我特别伤心。社会有一些差距吧，那我能改变什么？我想给孩子们多一点别的东西。我想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应该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。
我有一天来吃饭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一个学生给我打招呼，然后呢，是我十年都没见的学生，还能记得，我还是挺高兴。印象很深啊，你打教室了呀？啊，我老师。那是个好职业啊。好职业啊。就这家吧。嗯。你好，向南，好久没见了。老师，你先。你每天都上班吗？每天都上班。哦，李香南。他跟我一个名，他也姓李，是不是？他跟你就一个名字。妈呀！他现在多少岁了？48吧，应该是。你是初中读完就没读吗？对。还是在新华读的吗？那实验中学。实验中学。哦，就是那个实验中学，我也是那样的学生。哦，那你就是小学以后就到县里来了。嗯。初中没有在新华读。我是在。小学不是考了很好，然后就是这个实验中学就考到重点班上，然后考重点班上念的就后慢慢的学习就有点差了，跟不上了是吧？嗯，跟不上。基础不好吗？你是基础可能是好着吧，是后面没可能就是。也不是不努力吧，湘南以前成绩挺好的。嗯，都说我这么好的人，然后学习又那么好，到现在你后不后悔啊？说这样的话。那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好，不错，湘南，好孩子。嗯，然后我就是想，开个店啥的，然后以后也可以过上好日子嘛。是是。嗯，对，不要对生活失望，湘南。嗯，我不失望。真好，真好。其实山里的孩子都懂事，他们只是没有太多的机会，所以魏子爸以后就是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可能性的机会。我可以选择不读书，我可以不读大学，但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。以后到你毕业过了多少年了？工作了8年。现在待了8年了，最短的待了几年了？5年。那我们还有几天就要离开学校，要毕业了。有唱歌吗？有。有跳舞吗？有。那有我们集体唱歌的吗？有。啊，好。刚才说排了几个？排了4个是吧？排节目了。稍稍的秘密开展活动。之前有啥事儿赶紧跑来说，这一次就啥都没说了。刚参加工作就带着他们，然后带到现在2年，现在要把他们送走了，就有点舍不得。毕业季嘛，就伤感。你们三个一起洗澡吗？四个。还有谁啊？李小林。加了一点点。925银吗？925银也不是银呀。这纪念意义很大的，你看我小时候就没有。我小时候没有。我小时候要有的话，现在我就把它作为我们家的传家之宝。
谢你们深度的走入到中国的乡村，嗯，特别是像甘肃这种贫困的地区。好，下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到这里来的目的——阳光童趣园项目了。抽上去，好了，这是啥呢？孩子成长的一个游乐空间、玩耍的空间、探索世界的空间。城市是很容易达到的，但农村是不行的。你不能让它离我们的都市太远了。你怎么玩的就把那个东西玩完以后放回哪里去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今天您在负责看弄成怎么样，就把它摆成怎么样啊。现在中国的志愿者少，经济压力太大，是怪不了别人啊，是真的经济压力很大。那一般志愿者会待多久啊？一般来说，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或者是择业的话，一年，一年。一年。嗯。父母开放。对你做现在的事情。不，我父母是很开放的。我刚开始，我母亲也不愿意的。我从银行辞职的时候，我母亲有两年没让我回家的。现在可以回家过年了。现在他们，我父母都来过这里，我哥哥、我侄儿都来过这里。以前是无法理解的，说，哎，你怎么跑这儿了？哎，那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那学校给你下文件，你不走，你那个东西怎么办呢？什么东西？他说现在就要带过去。现在？嗯，他说明天。那明天早上你走，你明天早上你走。嗯。啊？嗯。去呗。嗯。去了还是离城里就近一点，想点办法，下学期就出去了。嗯，挺好的，跟着工作走呗。嗯，行，那就祝你前程似锦。啊？什么假？你是啊，你都到乡里了，然后马上就到城里了。啊？是不是？哪天有空你要上来看看我们。嗯。啊。嗯。那就行吧。现在休息，要明天下就明天下，要不你就周末下。嗯。我以前想的是，我起码要在这儿待够十年。其实现在已经才是第二年，嗯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舍不得。何处不相逢啊。
我想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在做这个事，他们刚开始都是一个人，然后带动一大堆人。我邀请了很多的同事啊，很多的朋友，可能有一些原因吧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。但我又不想用啊，你可能来一年第二年走这样的方式来建立知识团的。这里的生活环境是很糟糕的，你家庭，你生活，我目前没有找到这样跟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的人。熬过这个寒冬再看看，那可能明年就会更好。你看母亲是不是在爸爸回来就开心一点了？啊！就见我回来，你看就天晚上他就跟他奶奶来了不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看，他还是喜欢你，还是需要你，你陪着他。那个九天晚都不去了，就跟我一块睡。你还没回来，他就天天在村门口等着你。昨天晚上是跑了找你亮红啊。哦，这我们老师再怎么都替代不了你了。孩子的心理啊，是需要父母去照顾的。就是。这是爸爸最疼的。舒服吗？我可以看到全部是木质，但是它是防燃材料，中间是保温层，所以在这里你觉得冷不冷呢、啊？不冷，不冷，对吧？所以它游戏和这个活动的时候都在这里面，感受一下好不好？你的孩子怎么样在这里学习的？右边是我们自助式的食堂，我们有豆浆机，每天早上孩子们都有热的豆浆吃。好，参观以后大家到这边来，我们有公共的浴室，所以洗澡的时候你要注意，你要给他买一个新毛巾和一块香皂，好不好？家长和我们社区的居民，大家上午好。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家长参加我们的开学仪式，也让各位呢知道一下我们卫子坝学校的变化。我们学校今年经过暑期以后变化大不大？大啊，变化很大。这就是我们卫子坝学校的未来3至5年的一个发展规划。那么我本人也会在这里待到这个学校彻底的改变。